然后上次提到这个小信号的模型啊，小信号模型的话，我们上次讲一个 hybrid pi model。什么叫 hybrid pi model 呢？这个就是一个 hybrid pi 呢，小信号的这个模型啊、hybrid pi model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 GM 呢是我们的 transconductance，它是从什么 DC 导出来的，DC 导出来，所以 GM 的话等于我们导过啊、等于什么 mu C W 除以 L V GS 减掉 threshold。就是等于那个饱和的 equation 呢，你把电流对 VGS 微分，所以只要有一个直流 VDS 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带进来，把 GM 算出来。那也可以写成，因为 VGS 呢跟也可以写成这样子。可以写成 drain 的自由电流，看你要用 input 的 VGS 的电压，或者是 drain 的自由电流都可以啊。带下来的话，你可以把 GM 求出来。那 GM 求出来之后，带入这样一个模型，这是一个小信号模型，你就可以求出 drain 的 output 的 current AC 信号啊。这 RO 呢，就是我的 early effect。那输入端的电阻呢无穷大，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open，所以 input 的加进来的 AC 信号呢 VGS 呢乘以一个 transconductance 等于 output 的电流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hybrid pi model 啊。那我们上次呢，用这个 model 解了一个例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model，这个 model 呢叫做 T model，啊，这个 model 叫 T model，这个 T model 呢其实很好用啊，我就画一个 MOS 好了，直接画一个 MOS 啊，OK，什么叫 T model 呢？各位看，其实啊，一个 MOS 呢？你看这个地方，它的电流都是这个方向的电流，drain 的电流，是不是？这个地方都是 drain，这里呢 gate 其实没有电流了，没有电流。然后你这两头我加一个电压，这个是我的 VGS，就是这里，对不对？哦，就是我这里 VGS。所以这个地方你加一个电压进来之后，你现在呢要产生一个 drain 的电流，这个 drain 的电流等于 GM VGS。我们现在不要看 RO，等一下再加进来。所以，如果你 RO 不要看的话，这个 drain 的电流就是等于什么？GM 乘以 VGS，对不对？它就是等于 GM VGS 啊、我们先不要看 RO，先把 RO 不要管啊、等一下再加进来就好了。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会产生一个 drain 电流，就是这样讲。这个地方会造成一个 drain 电流，等于 GM 乘以 VGS，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子看，这个 GM 的电压加进来了。加到这个 MOS 里面去啊，我加到 MOS 里面去，所以我现在呢知道，既有电压加进来，可是不能有电流，不能有电流，所以我就用 C 线点点点点点点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的意思是什么？电流，等一下你要知道，电流是进不来的，可是电压是一定可以加进来，对不对？可以加进来，然后我这个地方要产生一个电流，这一定要，这个电流的大小呢，一定要等于这个式子 GM 乘以 VGS 啊。等于 GM VGS，好，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看，我把想象这个电压加到这两头来，电流不能进来，可是电压可以进来。我电压加进来之后，我的电流要成为它。那你想想看，这个地方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电阻，有一个电阻在这里，啊、有一个电阻在这里。如果这个地方有个电阻在这里的话，你这个 VGS 的电压加进来。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少才会变成这样一个电流，对不对？哦，所以呢，你看这个电阻呢，应该是要 GM 的导数，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这个电阻是 GM 的导数的话，你电压加进来，电压除以这个电阻，把它翻上来，是不是得到这个？
哦，刚好就是它。好，所以只要这个地方这一头加一个这样一个哦电阻的话，气缘的导数的话，你电压加进来，自然就可以产生这个电流。然后这个电流呢，在这一端的电流 ，source 端的电流等于 drain 端的电流，所以 drain 端的电流怎么样？完全跟它一样。所以在 drain 端，你用一个可变电流源，用一个可变电流源，哦，来代表这个可变电流源的电流 I 就是等于它，就是等于它，哦，这个 I 的话就是等于它 ，I 就是等于它，啊，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把模型呢，你看这样子就对了，我写一个 I 就好，不要写个 drain 电流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一个电阻。这个如果是一个电阻的话，电阻等于取基岩的导数的话，你把电压送进来除以电阻得到就是电流，所以得到这个电流呢就会等于什么呢，基岩翻上来，基岩乘以 VGS， 好 VGS， 好，就得到 drain 的电流。那 drain 电流得到之后呢，这个地方不，对不起，得到 source 的电流， source 的电流有了之后，你 drain 的电流呢就会怎么样，跟它一样，就跟它一样，所以就画一个可变电流源 I 的话就是这个 I， 这个地方的可变电流源你不可以忽略，你不可以忽略，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可变的电流源在这里。你像这样子，这是一个可变电流源，可变电流源呢，它会给你一个固定的电流。那固定电流有了之后，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有多少呢？完全由外面的电路来决定，对不对？电流已经知道了，那电压呢，就会由外面的电压来决定。如果这个地方外面的电有一个电阻在这里，横跨在这里，这个电流乘以电阻就是这里的电压，那当然就是这里的电压啊，因为source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压是由外面来决定的，所以你不能没有一个可变的电流源。可变电流源代表这个电流是固定，可是电压由外面来决定啊，外面来决定。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这个地方一定要画一个可变的这个电流源，电流是由它决定的，可是这里的电压多少？跟外面的电路有关系啊，由外面的电路来决定。这样一个模型就是 T-model 啊，就是 T-model， 很简单。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你就画曲线，点点点点点，曲线画完之后，电流是不可以进来的，代表电流不可以进来。但是你的电压怎么样？一定可以加进来嘛，对不对？你电压也可以加进来。所以电压加了进来，可是电流加不进来，我们就画曲线。这样一个模型叫做 T-model 啊 ，T-model。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early effect RO 你还要再加进来，对不对？没有关系啊，这个地方的电流呢，除了跟这个有关系 VGS 以外，又跟 VDS 有关，所以加一个 RO。那加一个 RO 的话，这是什么？这两头之间，换句话说就是 drain 跟这里两头之间，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 RO， 对不对？你可以再加一个 RO 啊，加一个 RO， 这样就可以了，一样嘛，对不对？哦，一样啊。Drain 跟 Source 之间，你再加一个 Early Effect， 所以这一头就是我的 Drain， 这一头就是我的 Gate 啊 ，Source， 这个就是我的 T-model。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 T-model 来再做一次昨天那个例题，昨天那个例题。我们看一下昨天那个例题。
这个就是我们礼拜二讲的那个立体四字词啊、哦。这个 switch call 呢这样子，然后呢这个 MOS 的特性呢 early voltage 是50伏，叫我们求 AC 的正义跟 RI 等多少啊、哦？所以这样一个电路啊、哦，这样一个电路好。那这个电路呢 ，DC 部分的话我们做过了哦，所以我们 DC 的部分的话呢，很啊、哦，从 DC 开始 ，DC 部分的话，因为这个电容 open， 所以 DC 的电路就是很简单的啊、哦、，DC 的电路就是变成这样子。这个就是我的 DC 电路啊、哦、，DC 的电路，好，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 DC 电路，因为这个电容两边都 open 嘛，所以 DC 电路等于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怎么解啊、哦？我们要把 DC 的电流。bias 解出来，所以解这个的时候呢，你事实上有一个饱和的 equation 啊、哦，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drain 的电流等于二分之一的 mu c w 除以 l v g s 啊、哦，减掉 threshold 的平方，这是第一个 equation。另外一个 equation 的话呢，这个电路的 equation 15伏，这个地方15伏等于这里的电流 drain 电流乘以这个地方的电阻10K，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地方呢 ，VDS 就是 VGS， 对不对？因为这里没有电流啊、哦，这个地方没有电流，你流不进来，所以这个就是 VGS。所以 VDS 的话就是 VGS。从这两个 equation， 你把它联立解，你当然就可以解出 drain 的电流跟什么 output 的 VGS 的电压，对不对 ？input 的 VGS 的电压啊、哦，所以解出来的话 ，drain 电流就是等于 1.06 mA。然后 VGS 的电压就是等于 output 的 VDS 的电压，等于 4.4 伏。这个是我们上次解出来的。解出来之后，你把它带入这个 equation， 带入这个 GM 的这个 GM 啊，所以 GM AC 信号的 GM 就刚才擦掉，等于 mu c w 除以 l VGS 减掉 threshold， 所以把这个 VGS 带过来。啊、哦，把它带过来，这个是 4.4， 这个 threshold 是 1.5， 这个值的话呢是 0.25 啊、哦，所以整个带下来的话 ，AC 的正义的话 ，GM 呢等于 0.725 mA/V， 这个是我们 AC 的 transconductance 的正义。然后呢 ，VA 有50伏，所以 VA 呢代表你要算 early effect 的 RO， 所以这个 RO 的话呢等于电阻的话就是电压除以什么？电流啊、哦，电压除以电流，所以电压是50伏，然后电流的话呢是刚算出来 1.06， 所以算起来的话大概是多少？比50少一点点，47 ohm 啊、哦，47 kohm。所以 AC 的模型里面 RO 有了 ，GM 都有了，对不对？这些都有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做 AC 啊、哦，接下来我们做 AC 好，我画在这里啊、哦，这个地方拿掉。好，我们现在开始呢 ，AC 信号了，啊 ，AC 的 analysis 啊，做 AC 的分析的时候呢，先从这个地方的电路看，第一个这个电容呢都要短路啊，所以电容呢都短路，这个地方都短路，然后所有的 DC 的直流电压全部要 short， 是不是？这一定要哦，因为所有的 DC， 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15伏就是你的 DC， 代表这个地方拉一个15伏到 D， 对不对？你这个地方一 short 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 D 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D， 啊、哦，这个地方就是 D， 所以呢，你的 AC 的电路呢，这个直流一定要拿掉，一定要变成 short 啊、哦，这里没有了，好、哦，这个地方没有了啊、哦，所以这个电容怎么样啊、哦？对，都 short 对不对？啊、哦，电容都 short 了。好，这个就是我的 AC， 啊、哦，这个就是我的 AC 啊、哦。那现在呢，开始呢，我刚有 T model，T model 很简单，你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来好了啊、哦。我比较喜欢 T model， 因为 T model 直接从这里画就可以了。所以 T model 呢，点点点，电压可以过来啊、哦，电流不能过来。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电阻叫做 1/GM， 对吧？
这样子之后，这里的电压加过来，你就可以求电流。这个电流就是上面的电流啊，所以画一个可变电流源，这个两个电流是一样的，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 T model 啊，所以直接从电路上面来画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解这个电路。好，这个 VI 呢加进来了 ，AC 信号加进来啊，加进来之后进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里呢当然也是 VI， 是不是？当然也是 VI。所以 VI 现在电压跨到 GM 上面了，导数上面，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往下的电流，所以电流的方向是往下的，对不对？往下的电流就这个除以它翻上来，所以就 GM 乘以 VI。OK， 这个就是我的电流啊、哦，你把这个电流呢就写成 I 好了啊、哦，这个就是我的 I。好，所以这个 I 的电流多少，这个地方 I 的电流就是多少，两个是一样的，因为 gate 不能有电流啊、哦，所以 drain 电流就是等于 source 的电流。那这里的电流如果是 I 的话，现在接下来怎么样呢？你看啊、哦，这个地方会有个电流 II， 小小的电流，这里有个电压你加进来嘛？你电压加进来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电会跨到这里来，所以这应该有一点有一些电流过来啊、哦。现在只是说这个 RG， 你看10 mega ohm， 这个我们讲过这么大，所以既然这个电阻这么大的话，你要流过去的电流一定是非常小哦，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 very small。这个电流应该是 very small， 那既然这么小的话，这个我们就猜它应该远小于它，应该远小于它。上次已经算过，这两个之间差多少？三个 O 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既然这个远小于它，假设呢，我们先忽略掉，所以我先把它忽略掉。所以这个 I 过来之后，这个电流，对不对？这个电流不要管方向，电流流了流到这里，接下来怎么流？流到这里跟流到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并在一起的啊、哦，所以这个 RL 呢跟 RD 呢是可以并在一起的。这个可以并在一起，所以你干脆把上面拿掉算了。好，上面拿掉算了。好，所以这个地方的电流呢，流流流流出来，不要管方向，流出来，它就会流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的电流你把它忽略掉哦，就等于 open 忽略掉。好，那我当然就可以求 output， 所以我的 VO 呢就可以求出来了，等于电流乘以它哦。那电流的方向呢其实是倒流下来，所以等于负的。I 就是 GM VI 乘以这个电阻啊、哦，这个电阻。那刚刚呢，刚我忽略掉 RO 了，刚刚没有写 RO，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RO， 因为我们 RO 47K 对不对 ？RO 47K， 所以 RO 是从这里，你看这两头嘛，从 drain 到啊、哦、drain 到 gate 到 source，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 RO， 所以这个 RO 其实跟它怎么样又并在一起，对不对啊、哦？所以 RO 跟它其实又可以并在一起。所以刚刚我没有画 RO 啊、哦，把它弄进来的话，其实又可以并在一起。你看看 RO 就是这两头，就是完跟这里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RO 并联刚刚那个啊、哦、RD 并联 RL 啊、哦，把 RO 加进去，因为 RO 47K 有嘛。所以 VO 呢等于这个电流乘以它，但方向不一样哦，所以有个负号 RO 并联 RD 并联 RL。好。这个就是什么 output 的电压，嗯 ，output 的电压啊、哦，那这个 VI 呢，就是啊、哦，把它除过去，这个就是我要求的，所以我的增益 AV 等于 VO 除以 VI， 就是这上面的式子啊、哦，你把它带下来，等于负的 3.3 倍，这上次写过完全一样，负的 3.3 倍啊、哦，所以增益呢只有3倍，已经解出来了啊、哦，已经解出来了。好，那第二个的话，我们来算一下。RI 等于多少？音不端的电阻等于多少啊、哦？音不端的电阻等于多少？这个音不端的电阻呢？你看，这个是 A, 等于这里的电压啊、哦，这个地方的电压就是 VI 除以进去的电流，因为对不对？这里到啊、哦，那进去的电流的话，这个地方进去的电流，这个电流流到这里之后，你看这里不能有电流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电流其实就是它啊、哦，就是它。对不对？你流过来，这个不能流进去的，这是 open。你看我点点点点点点点，代表怎么样？电压可以进去，电流不能进去哦。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电流可以进去，所以这里的电流只好往上跑。所以这里的电流当然就是 II， 哦，跟这里是一样的哦，所以就是 II。好，那等于 VI 除以 II 的电流怎么算呢？你看这一点的电压，相对 D 而言就是 VI 嘛，对不对？这一点电压就是 VI，
那这一点的电压相对地而言就是 VO 啊，就是 VO。所以这里呢是 VI， 这里是 VO， 所以这个减这个除以它就是 II 啊，所以就是 VI 减掉 VO 除以 RG， 当然就是 II 啊。可是我 VO 呢，刚刚已经导过了，在这里啊，等于 VI 的 3.3 倍啊啊，所以 VO 呢这个地方等于负的 3.3 倍的 VI。所以就会等于你把它负负得正啊，所以一加上 3.3 就 4.3， 然后 VI 跟 VI 就消掉， RG 移上来，所以就是 RG 除以多少？ 4.3， RG 除以 4.3 啊，那 RG 10 mega 带下来除以 4.3 的话，得到的话就是等于多少哦？这个电阻呢等于 RG 的电阻2点多少？ 2.33 mega ohm。所以这样就求出来了，这样就求出来。然后你把它验证一下，刚刚是不是这两个电流是不是远小于它，对不对？这些值都有嘛，你把它验证一下哦。这个你会发觉大它多少呢？哦，三个 order 以上，三个 order 以上啊、哦。所以直接把 T model 带下来就可以解它，就可以解它啊、哦，就可以解它啊、哦。好，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再讲一下啊、哦。如果说这个，我们昨天讲了，还有一个，其实这个例题，我们说这两个之间呢、哦，哦，对，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个地方把 VI 改成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啊、哦，如果的信号源，如果这个信号源呢，这个是我的信号源 R signal， 然后呢，这个是我的 V signal 啊、哦，就写 VS 就好。如果这样子。任何一个一定有它的内电阻，对不对？如果你用信号源，那内电阻，或者是前面的电路，这个就是它的 RO， 对不对？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它整个增益呢？这里 VO 到 VI 就是刚导的 3.3 倍哦。可是呢，从 VS 到 VI， 这是 VI 嘛？这两头 VI，VS 到 VI 又有一个什么压降的变化哦？所以呢，我的 VI 就会等于 VS 乘以这个。啊 ，signal 加上，因为你从这里看进来的电阻是 RI， 就是等于这个地方你从这里看过来，它就是个 RI 电阻，对不对 ？RI 电阻，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等于这个电压，这两个电阻分之这个，对不对？哦 ，R signal 加上 RI 分之 RI 就会这样子 ，OK 啊、哦，就会这样子。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会有一个什么电压的下降啊、哦，电压的下降。所以这里下降完之后，然后再到这里再放大 3.3 倍，所以全部的压降的话就是这里乘以这个式子，这个就是全部的压降、哦、所以 RVO 到 VS， 所以 VO 到 VS 的话 VO 除以 VS， 刚刚已经算过了，这里到这里是负的 3.3 倍，然后从这里再到这里就是这个式子、哦、RI R signal 加上 RI， 这个就是全部的压降到 signal 的全部压降。好，那这个 signal 全部压降，你看这个式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够 RI 很大的话，如果 RI 呢可以远大 R signal 的话，如果这个做得到的话，那 R signal 可以忽略掉，这个地方呢就是等于1了，对不对？完全没有压降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造成没有啊、哦、没有这个 attenuation 了啊、哦，没有压降的下降 attenuation 啊、哦。所以 RI 很大是很重要的哦， RI 很大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你的电压放大器的时候，你要得到很大的增益、哦、RI 大、哦、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RI 大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 RI 大呢？你看 RI 大的话，这个地方 RG 就要大，因为这个东西等于 RG 除以 4.3 嘛。所以这里的 RG 为什么要取10 mega ohm， 就是这个道理、哦、你取了10 mega ohm 的话，这个 RI 就会很大，所以呢 RI 很大的话，这个地方怎么样，不会有压降在这里、哦、不会有压降在这里的话，这里没有什么电流，就不会浪费在这个地方，所以电压不会消耗在那里、哦、不会消耗在那里 OK。 所以为什么要取一个很大的电阻，就是这个道理、哦、就是这个道理。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次讲的例题啊、哦。
我们上讲的例题，还有甚至于还有分析说这个 voltage swing 啊，这个 AC 信号进来，这个 output AC 信号进来要差多少，对不对？哦，最小大值差多少？哦，就是很简单的算法，以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考虑一边，我们现在算一下上次的 voltage swing 啊 ，voltage swing。这个 voltage swing 的话，就要考虑到直流哦，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直流哦，所以这个模型就要回到直流哦，所以如果考虑 voltage swing 的话，你就要回到直流。回到直流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哦，回到原来直流电流，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压要比这个地方减 threshold 来的高嘛，才能保持在饱和哦，保持在饱和。所以你如果把这里忽略掉，假设你真的这里把它忽略掉的话，我们上次这里没有忽略掉，完整的去算它。如果你回到直流的话，这个地方刚刚算出来是多少？我刚哦 4.4 在这里哦 4.4 伏，这里的电压是 4.4， 这里的电压也是 4.4， 因为这里没有压降，对不对？没有压降哦。直流，我现在再回到直流 DC， 因为这个 voltage swing 的话要考虑到 DC， 所以回到直流的话，因为这个地方 DC 没有电流，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压降就是这里的压降。所以这个地方能够下降多少？因为你要这里减掉 threshold， 你还要比它高，所以这个地方能够下降就是一个 threshold， 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早期 DC bias 的时候谈到过哦。你这里的压降要减，这里减掉 threshold 之后，这里要比它高，这样子才能保持在 saturation 饱和。所以这里能够掉多少，就是只有一个 threshold， 因为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直流电压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地方最多只能降一个 threshold， 所以你 output 的你的 output 的往下掉的 amplitude 大小最多就是一个 threshold， 是不是？如果你不考虑 input 信号的这个 AC 信号的变化的话，你最多就是一个 threshold， 一个 threshold 就是 1.5， 是不是？ 1.5， 这个它的 output 的最大的 swing 往下掉的最大的 swing 就是 1.5 伏，你把 1.5 伏除以它的增益 3.3， 这就是它的增益，除下来的话就是等于什么 input 的正负，对不对？这个正负除下来的话大概多少？0.4G 左右哦，0.4G 左右，是吧？哦，大概0.4G 左右。这个值0.4G，如果我们上次把这个地方的 AC 信号也考虑进去的话，这样算出来会比较准，0.3G， 对不对？0.3G， 我记得答案应该是0.3G 哦，0.34，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考虑到这里的信号，因为这里信号呢，这里上升，它这里是在下降。所以我们是考虑这两点的电压，对不对？哦，当我这里的压降也考虑进去的时候，我算出来很准的值是多少呢？是 0.34， 对不对？ input 的信号的正负是 0.34、哦，这样子是很准的。如果完全不管这里，因为我假设它放大，这里很大，这里很小，对不对？完全不管这里的话，那这个地方跟这里原来的 DC 值的电压比的话，就是多少？ 0.4G。哦，会0.4G，差一点点，这本来应该要很准的，只是因为这个电路的争议不是很大，哦，3.3不是很大。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T model 哦，我们的 T model 啊。所以你会发觉 T model 事实上比那个 hybrid model 有时候好用的多，直接从电路里面把它当一个电阻。带进去，它就可以算啊，哦，它就可以算。所以 T model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哦，比较简单。好，接着我们看 4.7 啊 ，single stage 的这个 MOS 的电路。我们现在 AC 信号已经会了嘛？我们现在有几个电路啊，哦？一般的 MOS 呢，它有最常见的哦，大概有四个电路了。三个电路了，但是有一个多加一个就是四个，三个电路。
好，我们看一下啊、哦，这个电路呢 ，common source 的 amplify， 我们现在都只看一个 single stage， 像这样子就是只有一级的放大，以后电路会有好几级的放大，就会越来越大越好、哦。这样子呢，我们这个电路叫 common source 啊、哦、，common source， 为什么是 common source 呢？好，我们看，先讲一下为什么是 common source 好了，等一下你会知道哦。这个有个电容在这里，这个电容呢，如果对 AC 来讲，这里是 D 的嘛，对不对？对 AC 来讲，这是 D，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 source 是接 D 的，所以 source 接 D 的话，你的输入信号加进来是这里跟 source 之间的，对不对？哦，加到这里来，所以这两头就是我 input， 然后这个地方是 D， 这就是我的 output， 所以 D 是共用啊、哦，这个就是 common source， 好 ，common source。我现在呢，我们先来做 DC 的 analysis。我先看一下 DC 啊、哦，先看一下 DC。所以对 DC 来讲的话，所有电容都是 open 的，对不对？所有电容都是 open 的啊、哦，所以这 open 的部分的话，就把它拿掉啊、哦，所有电容就是 open 的。对不对啊？整个先拿掉好了啊，就这样。好，我们看中间的这一部分啊、哦，中间的这一部分。剩下来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典型的 DC 的电路，很简单 ，output 端没有碰到 ，input 端也没有碰到，对不对？都没有干扰到哦。那这个就是一个 constant current。这个 constant current 呢，这个电路呢是怎么样？我们上次讲过嘛，是一个 current meter 哦，是一个 current meter。所以底下这个电路呢，就是这里提供一个 I，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在 IC 呢基底电路的 bias 方式，它就是一个 current meter 的电路哦， current meter 的电路。这 current meter 呢，你看这个地方 I reference， 这里等于 Q1， Q1 来讲二分之一的 mu C W 除以 L V G S 减掉随后的平方。这个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的 VGS 啊、哦，所以你把它带下来，然后另外一个 VDD 等于这里 I reference 乘以 R， 这个电阻叫 R， 加上 VGS， 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再减掉这个负负得正啊、哦，所以再减掉 VDS 啊、哦、，VDSS。对不对啊？你、哦、叫 VDS，OK、okay。所以从这里这个压降到这里，到这里，是不是到这里啊、哦？所以等于这样子啊、哦。所以从这两个 equation 一跟二，你当然可以连理解 VGS 跟什么 I reference， 是不是？你可以解出来，因为其他的都是已知嘛，只有这个不知道啊、哦，然后这个不知道，其他的这些偏压啦、这些电阻啦都是已知，所以当然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解出来。I reference， 对不对？你就可以解出 I reference 啊、哦，从这两个 equation 就可以解出 I reference。那如果说这两个完全一样 ，Q1 跟 Q2 完全 match 的话，如果 Q2 等于 Q1 的话，然后 threshold 也都一样，那么你 Q2 的 equation 你把它写出来，这全部这些其他东西都一样的话 ，VGS 是一样的。你看这两个 VGS 是一样啊。哦，所以 VQ2 如果也是饱和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到 I 就会等于什么 I reference， I 就等于 I reference， 这是 Q1 完全等于 Q2 的时候、哦、如果你的几何结构 W3L 可以让它不同的话，你可以让它 I 等于不等于 I reference， 对不对？好，所以这里的 I 呢，就是我这里的 I、哦、这里的 I， 所以这个 Kern Miller 电路给你的话，你就可以把 I 求出来哦，对不对？ I 求出来哦。这 I 跟 R 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调 R 得到不同的 I， 对不对？好，那求出来 I 之后，这个地方的 I 求出来了，对不对？在这里啊、哦，解出来了 I， I 解出来之后，你的 GM
AC 信号基元，你就可以解出来，就是等于刚带的式子两倍的 mu C W 除以 L I D， I D 就是 I， 对不对？ I D 就是 I， 所以把它带过来，你就可以把这个电路的什么求出来，哦， GM 求出来，然后其他的 DC bias 你都可以求。这一点 drain 的，对不对？ drain 的 DC bias 多少？就是这个除以电流乘以它啊、哦，就是 VDD 减掉 I 乘以 RD， I 已知嘛，带下来，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已知，对不对？就知道啊、哦。那 gate 的电压这里你也可以求，是不是？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零嘛？这里没有电流，所以电压是零。那这里的 VGS， 这个 VGS 的话得到这里 I 的电流嘛，所以 I 的电流等于二分之一的 mu C W 除以 L VGS 减掉随求的平方嘛。I 就是已知嘛，对不对？一个 mA 已知，所以 VGS 就可以求出来啊、哦。所以 VGS 求出来之后，这是正的、负的，所以你这个 gate 的电压就是负的多少嘛，对不对？啊、哦，就是负的多少，所以 gate 的电压也求出来了。所以这整个直流都可以求了，啊、哦，这个电压多少，这个电压多少，这个电压多少，这个正义 AC 正义多少，全部都已知啊、哦，都求完了。好 ，DC 呢部分我已经讲完了啊、哦，所以我现在 DC 整个擦掉了，所以这些全部拿掉啊、哦，拿干净一点。这个就是 DC 的分析，啊、哦，所以如果题目给你一个 current meter 全部给你的话，你就要从 current meter 怎么样把 DC 求出来。把 DC 求出来啊！DC 结束喽，正义 GM 那些都求出来了啊 ，GM 那些求出来了，有没有问题？如果觉得我讲太快，哪里哦不懂，你要再啊、哦，可以跟我讲啊、哦，啊，太快啊，啊，差太快啊，啊，我、哦、这样子哦，就是一个 current meter 而已嘛，对啊，啊，就是一个 current meter 而已啊，对啊，就 I 这个地方就是个 current meter 嘛。这个地方就是要提供 I， 所以这里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所以这整个电路呢其实是在这上面的啊、哦，在这上面，这整个电路呢就是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啊、哦，所以这里会提供给你 I 下来，所以整个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I 这样子，所以它基本电路就是一个 current meter。那这里一定要记得这样画啊、哦，这就是 current meter。我再讲一次好了，你这样子画过来，这里的电压一定比这里减随求高，它一定饱和。所以既然饱和，你就可以写 I reference 等于二分之一的 mu C W 除以 L VGS 减掉随后的平方，对不对？因为它饱和嘛 ，equation 就写出来了啊、哦。但这 equation 你这里也不知道，这里也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哦，没有关系。还有一个 VDD 减掉这个 VDD。减掉这个两个压差，一减下来变成正的 VSS， 然后再减掉 VGS， 那是不是剩下的就是这里的压降，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再除一个 R， 是不是等于 I reference？ 是不是？刚刚 equation 不是写这个形式，不过一样啊、哦，一样，对不对？啊、哦，这个电压减掉这个压降，就是这两之间的压差嘛，再减掉这个压差，就剩下这个嘛，啊、哦，因为这个是连起来的，好。所以 I reference 有了，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两个 equation 都一样啊、哦，就可以解出来，对不对？联立解嘛。所以这两个 equation 你一定可以联立解啊、哦，可以把 I reference 解出来，或者是 VGS 都可以解出来。好，那 VGS 一旦解出来之后，这里已知，这个 I 就已知了嘛，对不对？这个 I 就可以求出来了啊、哦。
所以这里的 I 的话一定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mu c W 除以 L。如果你把这个跟它一样的话，这两个几何结构做一样的话，通常 μc 是会一样的啦，因为大家都是 MOS 哦，你不会做到两个让它不一样。所以如果几何结构也都一样的话，那你 VGS 跟我 VGS 也一样，随后也一样，那当然怎么样，两个电流就会一样嘛，因为 VGS 跟 VGS 大家一样啊，这个就是 Kerr-Miller 的最重要的观念嘛，哦，所以 Kerr-Miller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如果随后也一样的话，那很显然这个 I 就是等于 I reference。 如果几何结构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两个之间的比值就会等于几何结构的长宽的比，对不对？哦，长宽的比 OK。 那简单一点就让这个两个一样好了，我就可以得到 I 就是等于 I reference。 哦，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要乘一个 WL2 WL1 这个是 Q2 QE，对不对？没有错哦，没有错。所以你 I reference 已知，带入这两个的几何结构差的话，就可以得到 I 的电流。这 I 的电流就是它的电流哦， I 的电流就是它的电流。所以 I 的电流一旦有了之后， Gm 就可以求出来了，等于根号两个 mu c w 除以 l I， 对不对 ？Drain 的电流哦。所以带入这个 equation， 这个的 AC 信号的放大倍数就已知，哦，就已知。如果你还要求 DC 的这些值的话，都可以求，对不对？这些 DC 值当然都可以求啊，哦。这里的 DC 电压是多少？是 VDD 减掉 I 乘以 RD， 对不对？就知道啊，哦。然后这里的 DC 电压多少？这个 DC 电压多少？先讲这个，这个多少？零，对，因为这里不会有电流，流不进去，所以 DC 电压是零啊，哦。所以这个地方的电流既然是 I 的话，带这个 MOS 的饱和 equation， 你是可以求出 VGS， 对不对？哦，带这个 MOS 的饱和 equation， 所以这个 VGS 就可以求，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就是负的多少，对不对？哦，就负的多少，所以这个也知道，这个也知道，这个当然是零，然后 GM 也都知道，这个就是 DC 的分析啊，哦。OK， 所以题目如果没给你这些东西，你就要从这边开始先做起，啊，哦，先做起啊，哦，好吧，差不多了，啊，哦，好，还有没有问题？所以 DC 呢，我就是这样子做啊，哦，DC 就这样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做 AC 了，对不对 ？DC 做完了，哦，开始做 AC。现在 AC 呢？你如果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啊，这个负载是什么？负载是下面一级的电路哦，极有可能哦，因为它是很大的电路嘛，哦，所以这个同学设计完电路，跟后面下一个同学设计另外一个电路要接起来哦，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它的负载，也可能是后面的喇叭或什么，对不对？好，你如果直接把它这样子接起来哦，会造成什么呢？刚刚做半天的这些东西哈，哦，都不对了，对不对？刚刚做半天的这些东西全部不对，因为刚刚这些直流你还要考虑到这一条路，刚刚都没有考虑，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做的话，这位同学呢，他在做这个直流偏压的时候，受到后面这个他的电路的影响，那大家就很没有办法做。第一开哦，所以最好简单加个电容 ，OK 哦，很大的电容。所以这样子呢 ，DC 刚刚的分析完全没有改变，你也不要让直流流到后面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去哦，好。同样的道理，这个地方哦，你如果没有加个电容，你也会出问题，对吧？这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啊，比较严重。好，你如果同样的道理，如果这里没有加一个电容哦，这个地方后面一个电路，这个整个接过来之后，后面的这些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哦，电压绝对不是零哦。对不对？我刚刚讲这个零绝对也不太哦，不对哦，因为后面一接过来，这些直流全部扯在一起，这个地方前面的电路的东西就会整个跑过来哦，跑过来。所以你刚刚在那边分析的说这一点是零，可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受到后面这些东西的影响哦。所以这个地方加了电容，那刚刚的分析都对，对不对？哦，都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这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 AC 信号加进来会发生什么问题？对不对？发生什么问题了？
如果这个真的是往往真的非常好的直流，真的非常好的直流，它就是一个 milliampere， 就是刚刚电路算好的一个 milliampere 啊、哦，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把 AC 信号加进来，你会发现发生什么？你 AC 信号加进来之后，这个 drain 电流要有 AC 电流，哎，结果你这个地方一个 milliampere 它怎么样？我不让你变哎，哦，我的电流不让你变，你就会这样子哦。所以我换句话说，你这个地方电流 AC 信号想要在这里 drain 电流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这个力量把你拉住，不让你动，你推不动它哦，你推不动它。你真要推动它的话，你要考虑到这个地方很大的负载 RO， 这个地方 RO 整个都要考虑进去，这个电路哦会变得很复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你 AC 信号加不进来 ，AC 信号加不进来，所以再加个电容哦。你看刚刚有个电容哦，所以这个地方有个电容 ，CS， 对不对？所以 AC 信号现在可以加进来，怎么加 ？AC 信号不会往下跑，它往这里到地，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直流嘛，哦，这个是直流。所以 AC 信号加进来 ，VS 上一口上一信号进来之后 ，drain 的 AC 信号在这里，它就会往这个地方到地啊、哦，往这个就没有问题，它不会流过它啊、哦。所以对 AC 的电路来讲的话，我现在讲 AC 啊、哦，这个地方是只有直流，对不对？会不会有 AC 信号流？不会嘛。所以对 AC 来讲，它是 open 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呢，直流，所以它就要拿掉。哦，它就要拿掉。对 AC 来讲，这个是要让它秀，所以这个电容要很大。够大啊、哦，所以对 AC 来讲，这个就是 D， 这个就是 D 啊、哦，这个就是 D。所以我在想 AC 的这个就是 D，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地方直流把 DC bias 怎么样秀得到 D 下来啊、哦，所以这里也是 D。这个电容当然就要 short 啊、哦，我就直接当然就要 short，OK，short，short， 这个就是 AC。OK， 这个就是 AC 啊、哦，这个就是 AC、哦。那为了避免这个地方的压这大造成的压降，这个 RG 通常流是很大，对不对 ？Very large。这个跟刚已经讲过了，哦，否则这个地方就会造成很大的压降降在这里，是浪费掉了，对不对？浪费掉 AC 的信号会浪费到这里啊、哦。所以接下来就 AC 电路就是这样子 ，AC 电路就是这样子啊。哦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